人去日本通常是为了观光玩乐，他去日本是为了追求心灵的平静。整下整下就是一年三次去日本或四次，正全部都去晒避静。我日本都去唱日本歌，歌都唱少了，人都见少了，条条去修院那里，日日 doing 的嘛，开始觉得那个 relating 关系啊 ，being 重要啊。非一般冒险家林康正老师同大家分享他七年在日本寻找天主召叫的过程。